来，大家好，汪西兄好。好，刚才在忙吼，我在找一颗料子，可是找不到。哎呦，大大好。好，应该。应该正常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分享好了，来啦来啦对啊，今天很忙啊，刚忙完。明章兄好，师傅兄好，帝王绿的我也找不到，东海兄好，钱姐好，因为我刚才在找一颗齁，大家一定有印象，我在找一颗大概手掌大那么大颗啊，一颗后江的，我不是开整个都是蓝水吗？色带整个都是蓝水吗？那一颗我们有切吗？因为我一直找不到那一颗，我记得没有切啊，可是我找不到那一颗啊，我刚才一直在找啊。哦，这一颗是我早期买的哦，在德隆夜市淘的哦，老皮壳没切嘛？对啊，我就奇怪没切，为什么整颗料子不见了？整颗不见了，没看到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找不到。有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放在架子的最上面，难怪找不到。哦，今天我在找这一颗啦，吓一跳，怎么会不见了嘞？对不对？怎么会不见了嘞？漂不漂亮？再回味一下啊。对啊，说到哪而已哦，不会不见。好，这个不是主角哦，把它收起来，我放在最上面，我忘记。难怪我在架子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头也不抬起来，一直在找下面哦。结果头一抬起来就找到了，啊，浪费了半个小时。哦，今天我帮哦，嘉明兄好，陈大好，我哪有偷懒，我就是太敬业了哦，才会忙到现在。哦，这是那个。潘大的哈，潘大一颗后浆料，你看后浆料多大颗哦，多大颗，切成这样，你看哦，切成这样，灯下黑呵呵，哦，切成这样哦，我最主要是要哪一块的，我找一下，我最主要是要这一块，最主要是要这一块。我长兄好，后浆很烈啊。哦，问题是它种水到位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它种水到位哦，这一块有没有？这一块种水是可以做界面的哦，这一块绿哦，哦，这一块绿是可以做界面的。我打个水给大家看一下，处长好，你看打的水是这样，好，放大，好，看一下胶感，
哦，看一下它脚感哦。哦，当然它不是哦，它不是那么干净的料子哦，这是它可惜的地方哦。不过种水到了，哦，种水到位了，哦，不管是要做雕刻要干嘛，其实都够了。这空度已经出来了，空度已经出来了。我隐身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没有，这个空度已经出来了。尤其这一坨最漂亮，这一坨最漂亮。啊，带点棉，带点棉点。哦，带点棉点。啊，可以啦，这一坨啦，就这一坨啦。哦，也可以取个马鞍哦，取个蛋面哦，也可以啊。哦，种够的话不要怕裂哦。哦，种够不要怕裂。看这一颗取成这样，你看，这一颗取成这样。哦，每一颗小料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它要雕刻也好，要干嘛也好，自己玩了、哦。哦，自己玩。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这样，就尽量取啦，有用的没用的先取下来再说。哦，取精华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有没有？肉都发黑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只不过这边色就淡了，哦，这边色就淡了。哦，光取这样就搞了一下午了。然后今天的油切机就一直切，一直切，切到现在还没停，从下午切到现在还没停。金喜兄好，来哦，今天我们就来玩这一颗哈、哦。哦，这是我之前去瑞丽哦，在德隆夜市淘的一个料子哦，在德隆夜市淘的一个料子哦，哦，在那边喊价哦。寒假买到的料子，看，鸭灯不见黄物，见绿哦，哦，要么色料，要么油青哦，大家懂意思？黑石头就是这样，哦，要么色料，要么就是油青，哦，哦，现在皮壳上哦，鸭灯见绿的料子也少了啦，哦，真的也少了，看一下。哦，沙系紧实哈、哦，老皮壳，哦，今天来开这一颗哦，哦，这边有千层派都不用管它，反正就一条裂就是一片哦，就是下一片就对了，都不用想那么多。哦，我在买料子，我没有在看裂的，我只是看不要裂到没办法做货就好了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像这种料子有没有？这种料子都是可以赌的哦。当然，这种料子是早期买到的料子哦。现在要找这种料子难呐、啊，真的是难哦，难上加难呐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一颗给开了，把它开了。虽然我已经开过窗了，哦，那时候我在德隆夜市的对面哦，住在那个芒市酒店哦，那一间就叫芒市酒店，哦，芒市什么温泉会馆哦，就住在那一边哦，就买了开窗机，直接在那个厕所浴室哦，就直接开窗了，有没有？蒙大好 ，H 大好，来看这一颗，今天来玩这一颗。大家好，没有问候到的朋友一起问好。哦，这个、窗都已经开了好几年了，这个、窗都开了好几年，都氧化了。糯化有白鼻心，我看是这样，应该不是油青。你说这一颗吗？还是刚才那一颗？因为这种料子白鼻心很正常，白鼻心很正常，我们把它窗给它开大，哦，窗把它开大。因为这都早期开的窗了，
这一颗哦，了解。哦，看是哦皮壳哦，哦这边有白肉啦，这边有白肉啦。哦哦，看是猫水还是什么？哦，还是有雾层，还是有色，有没有？那色蛮大的哦。哦，这色蛮大的。哦，这应该不是猫水，这色蛮大的。来，开。像这种早期的料子有没有？现在随便可能一颗，像这种表现可能一颗最少都要两三千块了。哦，这种料子我一直舍不得开，舍不得开啊！不开也是放着，干脆开来给大家看。看它到底是什么。然后感觉碎裂多还是脏比较多？一群好，师傅有说要验证，我验证太多了吧？哦，这边师傅有开到险，有没有看？有开到险哦，这应该是一个显绿的地方哦。因为那么久了，我也忘记了。这边是应该是一个显绿的地方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分享分享。哦，没有问候到的朋友，哦，一起问好，一起问好。大家晚安，好，晚安。今天比较晚开哦，因为我在找料子。哦，这边有开到脏哦，有开到脏。光看这个色就回本了啊。昨天啊，线又被爆水了啊。怎么会在这看到你？那敲狗很绿的色是好的吗？对啊。当然越绿越好哦。这强你好，因为至少不是油青色哦，至少不是油青色哦。因为这个已经买太多年了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这一颗料子是我在德隆夜市自己淘的哦，自己在摊位跟老板喊价买来的哦。哦，至于说当初为什么买多少我也不记得了。因为太多年了，太多年了。你看这种种水漂不漂亮，哇，整个就已经是胶感了，你看。整个就连胶感都出来了。这一颗既然这边有开到有显，有没有？这一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显的问题啦。哦，来这边可以多多大家交流哦。哦，很浓绿的色就恭喜你啦，恭喜啦，老板发财啦，老板发财啦。
先把这个口把它挖出来哦，因为当初真的挖太深了。帝王绿吗？差那么多，差那么多。哦，这一颗是一个色料，没有错，这不是底色而已哦，这已经色蛮浓的哦。哦，至少也不是油青哦，不是油青料。黑石头最怕什么？黑石头最怕油青料。然后这地方应该有藓哦，我们把它挖开看看。你看以前没事哦，也会挖那么深。你看没事挖个窗挖那么深干嘛？发达，文雄兄好，哦，没有问候到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哦，这边就有点显绿，有没有？有点显绿，哦，看到这个黑色的点点哦，这个点点就是显哦。这颗有的玩哦，这一颗，哦，因为种水色都还不错，种水色都还不错，哦，或许这一颗可以。开涨哦，然后这已经买了好几年了哦，所以大家这种皮壳料子哦，大家可以参考就好，因为毕竟市面上也不好找这种皮壳这种料子哦。有个带底色的，这是堆一个高筋啊乌啊呢，乌一空乌啊呢，这是堆一个高筋啊乌的。干嘛要挖一个洞挖这样呢？哦，可以留肉就留肉，我就不要把它挖平了。哎，现在料子很贵哦。潘大好。油青现在改叫祖母绿青，反正只要有人性卖得出价就有新价值。没有错没有错，因为这边哦，这边皮革这边有带黑点哦，有带黑点，这个有显有没有，所以这边会比较软，有带黑的地方会比较软。
啊，潘大上来了。这边有一条裂，有一条裂，那是不是还挖不够深呢？感觉肉质那种光感没出来。这边有血，有裂，哦，这边有裂。这颗很长了，对啊，总够水不错，带底色，对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窗哦，这一颗应该是满绿了啦，哦，这一颗应该是满绿了，哦，应该是满绿的料子。来开另外这一边。哦，因为这边的窗，看一下，这边的窗似乎开的比较浅，有没有？哦，开的比较浅，可是颜色比较淡哦。这边坦白说，颜色比较淡一点，有没有？发财啦，哎。老板发财啦。还是绿哦，还是绿哦，你看看开多久了，开到都这都氧化了，有没有？它的粒粒面不是是吗？慢慢来啊，对啊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哈。哦，皮壳就薄薄的而已，有没有？这一颗皮壳薄薄的，可是呢，并没有见到雾层哦。并没有 见到雾层，所以说这一颗底质哈，可能会就不干净了。这我们之前常在说的，有雾层，你的底质啊会干净哦。可是这一颗并没有看到雾层哦，所以有可能会底脏哦。这就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碳元素入侵，有没有？所以导致开起来，然后感觉大家会感觉比较软，乾隆绿别有一番，乾隆绿又有乾隆绿了，小亮哥好。哦，这边感觉有没有？就感觉肉质不是很干净，有没有？肉质不是很干净，隐隐约约都是这样一点一点黑黑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肉质反而没有这边的干净了。哦，肉质反而没有这边的干净。哦，这已经开到两条裂了，哦，已经开到两条裂了。
因为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绿点，有没有？哦，还有个绿点，给它开下去。黄匪有雪花棉吗？有啊，雪花棉归雪花棉啊，种水归种水啊。再想一百个绿的新名词，对岸的专家不见得敢跟我们变。说得好。你看这绿点开出来有没有？感觉都是险，有没有？感觉都是险哦。这有斜裂进章哦，这边是斜裂进章哦。哦，把这个斜裂把它挖掉，这个三角这个斜裂把它挖掉。哦，这必须要挖深一点哦，把肉质挖干净了。对啊，这种料子要切了才知道。因为这种料子说实在就是看里面画的怎样哦，显得影响大还是小哦。因为我现在开下来有没有？开下来这边还是一个斜裂有没有？哦，你看到这一块黑黑的三角形，这就有一个斜裂，它可能是裂这样。哦，试着把它挖掉。这整块都是裂了，这我都不用留，显化色就大涨了。因为其实它这一颗料子哦，有色，已经有色了哈、哦，这就是显下深色哦。哦，这边还都是脏，这边还都是脏哦，看得到那种黑点有没有？唔变啦，安尼就好，哎，阿包出来。你落遮，遮去收，哎，哦，这到时候切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切就知道了。哦，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这个窗比较好，这个窗种水色都还不错，可是开到旁边有没有，反而感觉没那么好。然后这边的话有大裂哦，好、哦。大裂挡种水哦，所以我们不开边上，我们开这个角好了，开这个角，开这个角落看看。那我们一层一层来磨开哦，看有没有雾层哦。我们刚才开都没有雾层哦。哦，这没有雾层，有没有直接见，有点见肉了。哦，直接见肉了，有没有？
哦，喝喝喝，看一下，种水色不错哦。哦，这一颗满绿没问题啦。哦，只是说当然它的颜色没有那么辣哦。哦，不过是一个绿晶体的料子哦。又开到一条裂，好多裂，又开到一条裂我先把这条裂给挖掉。一直有脏，你看。金威兄好、啊。哦，一直有脏哦。一直有脏东西有没有？一直有裂，一直有脏。哦，这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物层的保护有没有？没有物层的保护，你看，如果说这颗料子有物层的保护的话，这一颗底子又干净，这种种水你看不大涨吗？哦，光感很强哦，这一颗光感很强。真的啊，以前在买料子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哦。以前在买料子，你在市场上你就是看，哦，你就看压灯有表现，皮壳够紧实、够细致有没有？压灯有表现，就一定可以买了。哦，这边还有环物表现，你看，压灯有表现就一定可以买，然后开出来绝对不会差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开出来就绝对不会差，哪像现在，现在拼得要命，有没有开不出什么鬼哦？你看这种料子随便开随便涨啊。那这种料种老肉系绝对都可以起货的东西有没有？绝对可以起货的东西。就嘉荣大涨。我觉得以前买料子真的没什么技术成分。哎呀，真的没什么技术成分，这个料子还没有开很干净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晶体还是还蛮明显的，哦，晶体还是蛮明显的。因为像这一颗料子的话，它皮壳细致，不过苍蝇刺还是有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就可以凸显到说，这颗料子它可能就是晶体比较杂乱，哦，加上它没有物层的保护，有没有？底子脏哦，就会变这样，哦，底子就会脏。来开这个黄路的地方看看，看有什么不一样。
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。这个黄雾的地方哦，有雾层的地方啊。大溪的小过年，哦，它还是有雾层哦，薄薄的一层，有没有？薄薄的黄。明君好，对啊，什么小过年？哦，关圣帝君圣诞，哦，这一颗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把它切到，不过它好像是螺旋裂，好像是螺旋裂，你看啊，它的裂是这样跑，哦，它的裂是这样跑，这样子跑。这样子跑，跑跑跑跑，跑到第二条线了，有没有？跑到第二条线，它是螺旋裂，它从第一条绕到第二条，有没有？这螺旋裂哦，这个是最难切的啊，这是最难切的哦。我们先去切这一颗，我们先去切这一颗。啊？开窗了。蛋饺我想要切这条。啊，这看，啊靠，表你难看，因为这就是牛肉丝，就是这点啊加两块。对啊。哎呀，你啊靠，难看。因为摕这种原素材切。嗯。这点啊加啦，你看。要先做，要先做来切。哎呀，是要靠，还靠这个。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元吉兄拿一颗野木犀的料子来哈，就是上面都有一些胶结哦。所谓的胶结，就是一些皮革上的土块哈。对，元吉他拿这一颗哦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就是原生的土块哦，哦，胶结，就是像沥青一样附着在上面。姓陈兄好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哦，这上面都是有没有？哦，整个蜡壳了，哦，这一块相信也是，交结块，所以这都要顺便把它切掉，哦，顺便把它切掉，因为这开窗开不动了，都是土了。我们先来处理这一颗。好，先把外面这一层把它挖掉。不用砍啊。
袂清晰，爱拍爱清晰。都是图。点啊！放甲规规。嘿啦，我爱讲卡的了啦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点啊卡。上切的对。点啊卡，点啊卡。啊，都是土哦。你卡卡过啊？用卡用空对阿讲诶。系啊，你卡着起来啊。啊，用空对阿讲好啊，慢慢敲。来表演。看师傅表演，往下就好啊。啊，放大，就那放大，安尼。进风啊吧。注意啊，迄蛮分着啊。共生矿，包括水墨附着在上面，卖家就会把它当作种水很好的东西来卖。卡是应该给老板那机油的卡，安尼较水啦。啊，我们出动老碾，出动老碾，装掉的，装掉的。哦，这个是老碾专用，老碾专用的，有专利的，老碾专用的锤子，哈达魂，哎呀，我哈魂，和顺，那唔好，足好用的，会吗？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足细心的，啊，就在遐卡卡卡，安尼一百几元，啊，遐就出不过。结果呢，没有多过左右，我打靠到。嗯，我打靠到去。啊，未，莫西沙的料未生，就是安尼啊。系啊。卡卡的，啊，迄搭搭细细，拢全部绿绿的。所以你们有时候在上面都会看到这样，哦，看到像这种有没有敲敲就是这样子敲出来的，哦。敲是不是翡翠哦？他们就是用这种震动的手感，哦，来感觉说他们捡到的料子是不是翡翠。跟敲这土层哦，敲这土层跟敲到翡翠的震动是不一样的。一碗一碗都没得。对啊，再注意啊，再小桃。对对对。好。整个震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能敲成那么
深，你看。啊，未见少啊。系啊，那么深。我只眼皮啊。我唔知自己会放得长条，我唔知。未啦。我放袂定，就切就袂长。这样敲很累，用这个敲很累，太累。工作太紧啊！哎呀，用那个敲太累。无底买啊，无我那个咧想要找这个料来买。对啊。但挖起来就更加新条。不俗。咱敲一敲，整个都是土。哦，整个都是土。土块啊，所以这你开窗你怎么开都没有用、啊。然后一般我们看到的料子有没有？一般看到的料子他们都已经敲过、刷过了。对啊，这不错你啊。啊，把位置用平吧。街边卖丁丁糖，什么是丁丁糖？土豪级敲法就那么任性，敲黑子。有，这我很多只，我十几只哎。现在在矿区。才会被用沥青包起来。一般像这种底层料、哦、它都会有这种交结块、啊哦、底层料都有这种交结块，整个都是土块，像沥青一样都附着在上面交结了，它是一种黏土、啊、然后硬了之后你根本是连用敲的，真的用敲的才敲得出来、啊哎，秋点啊，看一下刚才敲出来的，有见到肉了，嗯、啊，见到肉了，老闽就是这样，哦，敲到肉，这就我们常见的撬口就是这样来的，哦，常见的撬口就是这样来的，啊，老闽就敲出看到肉质，哦，来评断说这一颗料子它要卖多少钱，哦。这种不错，嗯，光感很好，这光感很强。对啊，水泥工的比较好用啊，只是说我们来练习一下哦，老闽，我们来模仿一下老闽。来，这一块还是要扒皮的，把它扒掉，看有没有。我们先把上面这一层
上面这一层切掉，先切一刀来看看。不过像这种顺裂切要很小心哦，小心它会突然崩开哦。我那骨头骨边拢熟啊，来切开的样子，切开的样子，似乎也是焗焗耶，看起来是焗焗哦，水头没有这边的好、啊、哦，有可能是因为是裂的关系哦，裂的关系。哦，它会再生一层薄薄的皮壳，然后还要再切里面一点才见到肉。哦、我把这边皮都把它扒开看看。哎、欸，这个料子那么久了，我也都没有切哦。这一颗似乎裂蛮多的。哦，这个种其实没问题哦，种没问题哦。今天水头真的是最好的，而这裂有没有很明显？就这样子跑，一条裂，一条裂，看能不能这边找出它贯穿的痕迹哦。那、哦、这样就不用螺旋裂了。如果说这边可以切，我们就这边切。磨粉做成石头，只卖回缅甸。看这边裂，这样就很明显了，有没有？这很难切成一条直线哦，因为它的
索性把皮扒了，把皮扒了，大裂哦，很清楚哦，到时候直接就一刀了。看得到了，很明显哦，裂一圈，可是哦都是不规则裂哦，所以这一刀会比较难下刀哦。这一刀会比较难下刀哦，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切成两刀哦，切成两刀哦，这比较好的方式哦，所以第一刀我会大概切一公分这样子切过来，连这一条，哎，然后第二刀再下这边，连这一条，啊，因为它切还在斜裂上哦，所以这些都不管了，再来切第二刀哦，第二刀大概一公分哦，以这厚度为主哦，也不行，也要照着这样切，这样等于是斜一个斜裂。啊、我们回去看了、哦、我们回去看
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顺裂切哦是很不切实际的，因为有时候你就不可能顺着裂切，它裂哦裂 S 型的，你要怎么切？哦，必须有取舍哦，包括像这种螺旋裂，你必须要取舍。我们大概取了几块下来啊，像这裂成这样，我们只能找什么？只能找哦，我们只能找它可以做货的地方了。哇，太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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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裂了，可惜了。这一颗你看，都是看到这种黑色的，有没有？黑色的这种脏哦，进脏哦，所以它底子就变不干净了，底子就变成不干净。哦，这一块是比较完整的，这一块是比较完整的。然后这边还有斜裂，还是要处理掉。能不能取到料子也不知道，因为真的看起来蛮裂的。那你看哦，开窗掌有没有？开窗都是掌，切开都是垮，有没有发现？开窗都是掌哦。哦，可是裂的部分哦，其实大家不用想太多哦，翡翠就是这样。哦，翡翠就是这样哦，无裂不成翡啦。哦，怎么从裂里面去找东西啦？哦，从裂里面去找可以用的东西哦，就是这样。包括像 P 大的刷电有没有 P 大你的料子我已经取出来了。哦 ，P 大料子已经取出来了。哦，就大致上取出来了。哦，大致上取出来。啊，它裂不是贯穿裂，所以我也没有把它切开啊，到时候就看着办呗。哦，就看着办，这一个边料，哎呀，哦，这些都不重要哦，因为我重要的不是要保这些哦，我是重要的是要把这一块取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看它旁边我取掉的哈，为了要取中间那一块，哦，这边都是多取出来的东西哦。啊，每一块都还是有小裂，哦，最主要就是要取这一块，哦，就是要看这一块，哦，这个绿，就是要看这一块而已。哦，虽然它也是底子不干净，不过种水可以哦，种水可以哦。哦，你看这抛光起来也是一颗哦，也是一颗马鞍芥，也是一颗马鞍芥，可以做界面。哦，这空度已经有了，空度有。哦，只是差别在于说它色不匀，哦，底子没那么干净而已。其实这要做界面哦，做个蛋面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只是说它的。哦，它的品质不高而已啊，最主要就是要取这一块而已。哦，然后这一块料子就会到时候做个随形雕啊，因为这边还有肉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肉，不过这边色就比较淡，哦，色比较淡，哦，所以不打算用这边哦，哦，就是打算用这一块而已。哦，那这就一个后浆的料，哦，一个后浆的料，有没有？这个空度你看。这种空度，不是黑度哦，就那空深很深，有没有？好像里面还很深，深不见底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这都种水的表现。哦，所以每个料子就是这样，就把它切切切，取取取，取到你可以用的，你要用的地方哦。哦，其他就是。等有什么想法做什么事情，嗯，那这一颗也是 GG 嘞，这一颗也是 GG 嘞，可惜了，你看底子不干净，可惜了这个色，哦，越里面越糟糕哎，没有越里面越好，反而只有开窗第一个开窗的地方，哦，第一个开窗的地方最好的。哦，这边的种水反而是最好的，哦，
这边种水反而是最好的。哦，其他地方反而不行。哦，所以这颗料子还有的取的，还有的取。如果要取东西的话，还是有。哦，质地还不错，可以取一些比较干净的地方。哦，虽然它也做不了牌子，随行牌也做不出来。哦，这就我们玩家自己玩的料子啦。哦，翡翠你看一样都是裂的问题。哦，一样都是裂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把抖音段子那种印象，哦，放在你的脑海里，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永远买不到料子。哦，抖音那种切出来大涨的料子，哦，那种不是我们可以去接触的。你看这飘花，这花都飘得有黑，都发黑了，哦，都有空度了，发黑了。所以说其实它还是有它可取的地方，只是说能不能取出料来不知道，哦，还要再处理，太裂了，哦，最主要是太裂了，太裂会懒得下去切了，太裂就会懒得下去切了，就会把它丢着。OK， 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九点半了。九点半了，准备送客啦。好，哦，今天我比较晚开哦。好，哦，今天比较晚开，所以我们就开到九点半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一个半小时了。哦，一个半小时，时间也差不多。奇怪，你看过曝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好了。哦，那镜头会过曝。把灯关掉，还是一样。为什么会过曝呢？拜拜拜拜，师傅兄拜拜，光熙兄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啦。哦，跟大家说拜拜。今天大家有看到有学到，哦，就当一个经验哦，当一个经验。哦，不一定是对，哦，不过这都血淋淋的教训，哦，每一颗料子开窗切，哦，都有风险，你都要还是要赌。哦，Eric 拜拜，宝光兄拜拜，大家拜拜了，我们要下播了，拜拜，今天就不废话了。青辉兄拜拜，钱姐拜拜，有什么问题再私讯给我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刘姐拜拜，拜啦。